今天周末好久没陪娃儿耍了，今晚上带出来逛会儿街，好生的溜达溜达。你看那些姐姐在给画那个孩儿，你想去画不？等过两年你大点，我们再给学要不？我煎一个煎饼，都不要海椒。来买煎饼，买山东大凉菜。给你分开做好不好？好。山东大凉菜香不香？来买煎饼，买山东大凉煎饼。好。寿司你要吃不？啊？哦，那一会儿，那一会儿。手袋好长的。好吃不？喂，露露，今天出来高兴不？又有好吃的，又有好玩的。我来。我们看点老酒，看手摊没有，看点今天生意好不好。哎呦，你两个是慢慢啊，还没收摊了，马上收摊了。你吃饭没有？啊，对，先整个烧饼，还煎饼。哎，我今天没吃嘛？要吃了。哦，杨柳两个上菜有点饿。这有啥子品种哦？今天有点多。啊？有小太芒，有西瓜，有哈密瓜，还有榴莲。妈妈呀，想不想吃榴莲？哎呦，要头不吃榴莲，他没瓜，他吃到这一个，他们要不要吃？点头，来，称一个，白白给你称一个，称一个，吃个巴适的很，那个闻着看就可以。哦，可以，不是你抱得起不？给你抱。妹妹抱不起的，你要想吃就给你抱啊。26.6就是，好，二十的，再整个榴莲，哟，还吃榴莲？你也不吃榴莲，你妈妈也吃了嘛？来，给妈妈带个花给你。来，我也想个巴适点的嘎嘎。好，这个鸡毛肉，你看那猴子多得很。哦，可以。但是这个哈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明天吃，我们都要晚点吃才行。别跑了，你进来，还加个袋子，大家。我用的包子用完了，今天我准备的包子。哎呦，今天你两意思，快去照顾我的生意。我想你收摊了。没有。今天生意好不嘛？好啊，这特别牛嘛，做得不错。哎呀，老三这就对了你的票儿了。哎，123.89，123.89。哎妈，我刚刚算了嘛，好吧。简直数据112。好，112。112，把两块两收了。哎，刚好我就好多。慢点哈，慢点。嗨，老九来。这碗还跟我一样要的不？要的不？哎，要的来是要。要得好，我把这摊儿收了。从我们两个耍开头，我说给找贝贝，他说我找哥哥玩，找哥哥玩。他一直就想着要去找他哥哥玩。我今天给进货的时候，刚过了来吃了，你看嘛，都挤在一个歪棍儿，灯光也没得，就是啊，生意没得那面好。要得，我把摊儿收了。好，走，我给你走，和哥哥一起玩好不好？来，拿着。坐好没有？上车了。坐稳了。好。我都赶紧讲了。